是哦。因为你们如果拍的话，有些是横的，有些是立的耶。那种是一般的那种蜜糖吐司，这种的话是不单卖的吐司，它是只有本店才有。都甜甜的吗？都是甜甜的。对啊对啊，吐司本身有味道，就是会帮你再加一些糖粉之类的。好，有刚好看到。它像这个黄色的酱是塔斯达酱。